辛苦你了，要不要给你一杯？想泡软。哦。为什么要泡？为什么不？他加了一个固味的香料，叫甜茴香。然后里面呢，野生的蓝莓果干，它的花青素特别高，均衡嘛，你的身体比较会行。你阿姨改变啦，因为这个倒了，往那边弯去。味道就是香料 David 酱油卤的茶叶蛋，很好吃哦，跟外面的绝对不一样哦。来一块秀起来看看哦。面没有的，它是独一无二的豆干，很好吃哦。是琥珀色的酱油，如果是黑色，超好吃的哦。是，哦，我来先来包一包哈，自己喜欢的味道，然后就这样子可以防蚊除臭。去接委员喽，来干起来。哎，你看哦，来，哇，防蚊，今天还有送药膏哦，赶快来拿。我们还有送药膏，还有送那个防蚊的。来，这里有中医一针哦，它的味道，它这个回去就可以防蚊除臭。可以啊，就大概装八分嘛，你可以再装多一点，没有关系。就装就是。好来喝。没有啊。有啊有啊，这里也是有。地址没有啊，九块比较有。快搭配。比较有用啊，那个也是对呀。多多支持。那雪雪呢？雪雪怎么办呢？妹妹一起唱好吗？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高。再来一次，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所以他马上就给我来个阴影了哈。还没走过去。缝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他刚刚又说他膏肓这边有点痛，所以我想说，多泡泡还是少点，多泡泡。不要啦，等下我痒。民众新希望，议会生力军，张仲桥、叶若凡、邱于生、林俊凯，都算都算都算，比较好啦，比较好。那个民众都很爱，特别来大爱心。即将来到我们北屯的新都公园，那其实这样的调性，我刚刚跟我们的蔡碧如委员在讲哦，这个很符合我们民众党的属性。民众党其实在蓝绿之间，它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像我们的活动，这个就是一样展现我们民众党的活力、年轻还有亲子。我们关心的是小市民，关心的是年轻人，关心的是年轻的家长，他们在想到的东西，他们的就业问题、他们的生活问题，都是我们所关心的。那我们这边有现在来到五位各行各业的杰出的一个我们的参选者，我也希望大家你可以抛开蓝绿的束缚，可以给我们民众的这么好的优秀的参选人一次的机会，让他们进到议会，做出跟其他蓝绿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讲的，我们不是把蓝绿打掉，而是我们要超越蓝绿的束缚，让台湾有更好的选择，请支持我们民众，谢谢各位。是这次代表民众党哈，父亲节嘛哈，阿南
父亲节都是爸爸都是我们家里面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了哈，也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爸爸对我们的家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民众党邱玉山还有我们的好几个候选人都联合来主办这个活动，希望今天大家会很开心。那大家如果有时间呢，时间就多留一点哈，因为我们一系列有很多的活动，等一下还有魔术表演、送气球，还有变脸秀，还有我们的超级红人榜跌落榜也要唱歌，还有六点我们有小提琴的表演哈。那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啊，也请到了我们民众党最认真的立委，就是我们的蔡壁如立委。我们的壁如立委哈，今天也专程来为我们的这些民众党特别为这一次我们的九合一大选特别请我们的包小松老师为我们。我玩的问题是歌词可能记不住，我帮若凡拿着歌词。还有多久才能看见人们脸上失去的笑容？花花世界的美已改变，别哭泣，拨开昨日忧伤的乌云，找寻回那阳光灿烂的明天。前方道路崎岖难行，不畏艰难依然前进，就算全身沾满了泥泞我也不放弃，让我们的爱与关怀和你编织最美的梦，带着希望和彩虹迎向未来。千万波浪动最是勇敢，朋友找你来吧，不管风雨是遐尼大，不免惊，有我做伴斗阵行。主席不在，所以就只好我们的蔡壁如立委员来充当主席。是讲咱嘛有做梦的心情。是。好，这条歌就是斗阵行，哦，就是公公啊，人，阮即道台中选出来这参选人呢，大家拢是少年的，然后呢非常的正直，就是公公啊行，公公啊做。可能在人家眼里，我们就是哦，没有像他们。原本的那些候选人这么的那厉害啦，这么有经验，但是我们就是戆人，在你的目睭内虽然是戆人，但是我们的快快走，快快行。啊，有啥物需要爱到三江的，恁甲阮讲，阮徛在恁的身边，阮就是要听恁的意见。无唔对，啊，恁那未讲清楚，因就互因继续唱歌互恁听。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金曲歌曲《斗阵行》。
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墙。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会冷吗？人若感情会流流奈何？人生短短，咱用心来打拼，若是无拼就袂出名。虽然是咱一款命，无到最后谁知输赢。人生海海，天地有这呢宽，若是计较就袂出名。奋斗亲像烈火行。心头那疼，就免惊惊。心头那疼，就免惊惊。起起落落，不免惊惊。你对遐敢有人做？